啊，这个德顺呢，就是讲用刀来挖的，就是讲来讲第一刀落去的时阵啊，伤大呢，咱就挖个起淡薄吼，个大咱不要紧，咱个再起去啊，这边差不多是软了啦吼。哦，所以是讲定的所在就是老的，软的就是较尖的。再吃软的来炒。嗯嗯。这边是较软的所在了吼，该追起来你能看的吼。这个德顺哦，哦，那你看伊个新鲜的德顺哦，看第一就是看伊个头，啊，伊个头若是无氧化的情况下，就是新鲜。你有迄伊挖出来到两三天，伊开始大了，啊，迄个就无新鲜。第二咧就是看伊个质，伊这质一质一质，伊个质愈靠近，伊就愈尖。你第三就是伊个皮啦，伊个皮是棕褐色，你看伊个啊白水，啊 fresh 就是新鲜的。